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总统大选节目。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几条重磅新闻。首先，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塔米·巴尔德温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连任。他在胜利演讲中表示愿意与特朗普合作，并承诺保护国家医疗法和堕胎权利。这一立场引发了广泛关注。 接下来，我们要悼念一位杰出的人物——爱尔兰著名广播员凯瑟琳·沃特金斯，在九十岁时离世。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音乐家，还在爱尔兰媒体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她的成就和温暖的个性将永远铭刻在大家心中。最后，拜登总统预计将首次发表讲话，回应特朗普的连任。 这一讲话将引发公众对未来政策走向的关注，尤其是在民主党内部对选举结果的反思。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美联社报道，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塔米·鲍德温在他的连任胜利演讲中承诺将与当选总统特朗普合作，尽可能减少政治分歧。鲍德温以不到两万九千票的微弱优势战胜了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商人埃里克·霍夫德，成功连任。 他在演讲中强调，威斯康星州人民值得一个少一些仇恨和谎言的政治环境，表示将为保护国家医疗法案和堕胎权利而与特朗普对抗。尽管鲍德温的胜利为民主党在整体失利的选举中带来了一线希望，但霍夫德尚未承认结果，可能会请求重新计票。BBC 报道，爱尔兰广播员、作家和音乐家凯瑟琳·沃特金斯在九十岁时去世。 她是已故广播员盖伯恩的妻子，临终时与家人团聚。沃特金斯是爱尔兰国家电视台 t e l e s i r e r i n 的首位连续播报员，并因其温暖幽默的个性和艺术才能受到赞誉。他的代表作包括儿童书籍系列《皮筋》，该系列在2016年获得爱尔兰图书奖。沃特金斯的离世引发了人们对他在爱尔兰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怀念。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拜登总统预计将首次发表讲话，回应特朗普历史性的连任胜利。此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已经承认选举结果，但他誓言不会放弃为推动本次竞选而奋斗的努力。拜登的讲话将是对美国震惊局势的回应，反映出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的挑战和未来的斗争方向。 Yahoo US 报道，Fantasy Football 第十周的比赛中有几个球员值得关注。查巴哈伯德 （Chuba Hubbard） 在与纽约巨人的比赛中表现出色，刚刚获得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且在上周的比赛中表现出色。面对巨人队的防线，他有望继续得分。纳吉哈里斯 n a j h e Harris） 也在本周的比赛中备受期待。他在休赛周后状态火热，面对华盛顿指挥官队的防线，预计将有出色表现。 与此同时，杰伦·沃德尔 （Jalen Waddle） 和阿马里·库珀 a m o r y Cooper） 也都面临着良好的对阵机会。尤其是库珀，如果能够上场，将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造成威胁。Diplomat 分析了特朗普连任对中国的影响。尽管普通中国民众对美国选举兴趣不大，但专业人士却密切关注。特朗普的连任可能不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在外交上难以预测。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更加严厉，但中国仍然保持与特朗普的接触空间，尤其是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也影响了民众对美国两大党派的看法，很多人可能更倾向于共和党，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金融时报》报道了一个名为 CEO 的神秘预测市场交易者，他在 p a l l y Market 上下注特朗普将赢得总统选举，预计将赚取近五千万美元。 CEO 认为，传统民调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他采用了一种邻居投票方法，认为人们在猜测邻居的投票意向时，可能更真实地反映出自己的态度。尽管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更高的准确性，但专家们指出，缺乏公开数据使得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难以验证。尽管民调存在一定问题，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并未被严重低估，整体选举结果与民调相差不大。 南华早报：美国的选举戏剧终于落幕，令人松了一口气。这场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选举，真是一场荒诞的媒体盛宴，宛如一部漫威大片的终局。候选人之间的对抗被塑造成善与恶的斗争，尽管其实两者在许多政策上并无实质差异。美国人面对的不过是两面相同的硬币，真正的选择几乎不存在。 特朗普与哈里斯的斗争，实际上是为了争夺选民的心。而两党在经济、移民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的立场相似，除了堕胎问题外，其他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装饰。选举过后，全球政治也将暂时恢复平静，但四年后新的选举戏码又将上演。《经济学人》如果哈里斯在十一月五日获胜，欧洲无疑会松一口气，但随即又会陷入沉睡。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以及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都是对欧洲的警钟，促使德国总理肖尔茨宣布历史性的转折，重视国防与安全。然而，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欧洲各国却因薪资下降、移民激增和医疗系统崩溃等问题而分心，逐渐恢复了在美国保护伞下的自满态度。面对这些挑战，欧洲急需觉醒，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与防务策略。 《经济学人》对商界而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消息引发了复杂的情绪。虽然一些企业领袖，如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对特朗普的“特朗普 2.0” 充满期待，但也有不少人对这位有犯罪前科且倾向于独裁者的领导者感到厌恶。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商业界将如何应对这一新局面，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期待还是恐惧，商界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媒体对特朗普当选的反应充满了不安与困惑。在这个对特朗普极不受欢迎的国家，媒体忙于解释这位亿万富翁是如何赢得美国大选的。 德国最受欢迎的小报《图片报》指出，这次选举结果是对德国政府的最后警告，因为他们面对的选民不满与美国相似。尽管百分之七十四的德国人支持副总统哈里斯，只有百分之十一支持特朗普，但德国媒体仍然认为特朗普是美国人民所渴望的领导者。报道中提到，德国总理肖兹的祝贺信息暗示他希望未来的德美关系不受对拜登的同情影响。 国家广播公司而表示，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会对德国政治造成进一步冲击。而外长贝尔伯克则对特朗普未来对乌克兰的支持表示担忧。其他报纸则更直白地表达对特朗普当选的失望与恐惧。左翼报纸《日报》甚至在首页上使用了英语的疑问句：“为什么？” 而《时代周报》则用粗俗的英语词语作为标题，描述观看美国大选的感受，如同看到地平线上的蘑菇云。随着特朗普定于一月二十日宣誓就职，德国媒体的焦虑感越发浓厚。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